你干嘛呢在这儿？我穿滑冰鞋。又来滑冰了？那你看对吗？对呀、啊、妹妹也要滑，你会滑吗妹妹？会。姐姐能不能，姐姐我看你俩谁穿滑能不能？我姐姐这个鞋应该还带闪光灯的，是不是？我也是。它是一个史努比的牌子，这个质量特别好。对。还有鞋。穿好了吗？把自己的鞋放在兜子里，放在那个车子上。走。现在还没有多少人呢，走。先去里边滑一圈。我看看还会滑吗？这么长时间没滑了。滑滑。妹妹滑一个，哎呀，行不行啊？哎呦呦呦呦呦，慢点慢点慢点！哇，你看你姐这个鞋子这个灯好亮呀，金光闪闪的。哇，你这个更亮，可别摔倒了啊，小心点！哎呦呦呦呦呦呦呦，天哪，你前凸后仰的，你那么慢点！你看姐姐好厉害呀，能围着转转转转大圈圈，你看一直转一直转。小朋友们都会滑滑冰鞋吗？都会，会不会滑呀？你看小妹妹现在刚5岁，都会滑了，是不是？哎呦天哪，摔倒了吧？刚夸了你。